听的艺术。人的头脑真有本事，它竟可以装进那么多的知识以及各种歪主意，甚至个人的秘密等好多的东西。可是委屈、不满、不如意就似乎不太容易装入。大凡遇到这些麻烦，就希望能找个对象说个痛快，出出闷气，这么一来心里就舒畅多了。我们随时都有被选为听众的机会，听那不属于自己的事情。他是多么的希望您也有同感，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。所以您一定要专心的听，劝慰的话最好能适可而止。因为在这个场合并非您发言的时候，您只不过是一位听众。每个人观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会一样的。假使您够聪明的话，千万别当他一肚子烦恼的时候批评谁是谁非，因为您迎合他的胃口，可能会使他不谅解别人。如果还说他错，那您真的是不识抬举。他不大光起火才怪，他一定很相信您，所以才将自己的麻烦告诉您。也许您并不喜欢听，而且还增加您不少麻烦，但我们还是应该忍耐地听下去，给他一些机会，让他透透气。当他满意地回去时，我们不也做了件善事？虽然占据我们不少的时间，但是这并不浪费，很值得，不是吗？